我在跟我姐说话，我姐没有回来。我也没跟你说话，点你名点你姓了，一个空着急的。别对号入座行吗？红的，叫他过来。说的不是你吗？今天你就是运气好，知道吗？欢迎来到英雄。那不好意思，我每天运气都好。男枪加强了，暴击流男枪加强了，可以玩的，没哥们儿选个男枪，你跟我抢的吗？你选男枪跟我抢怎么抢？他玩啥英雄你能打得过呀？不可能上。你哥们儿真漂亮。玩啥你行啊？我英雄是很深的，哥们儿。怎么？玩啥你也不是个儿啊，哥们儿啊。哥们儿，我英雄池老深了，我英雄池深不见底。给你跳一个，比如说你，得，全军又下一个谁？得，勋哥，你现在黑粉这么多了吗？姐回来了，姐，不是，鸟子大了，您啊不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这盘最后一盘，姐妹挣了。这盘最后一盘，最后翻盘的希望、是我直接打五倍，真的。最后一盘了呀，因为我们傻白知道，我都没说最后一盘，你凭什么最后一盘了呀？就啊，我们小白每天只打了一点，他说了。他怎么这么膈应呢？他个子，他换了，咱换个人打，不他妈打他了。不的，我最近只跟小白玩。我操！你看你们都拿一血了，哎呀我天！最后翻盘的希望是我真的直接打十倍，艾克打野五倍了，我天，我直接干十倍，好吧？这娃老夫很厉害的，真的。这不打，姐妹，这都不打，这不打，这不是把你气势都整弱了吗？是不是？这还不打？姐，这把能相信我吗？不打。姐，这把绝对相信你，你姐这还不相信？我们这把都没玩妖马合一，真的。妖马合一。姐相信我，不打，我是给你面子，咱就打双倍的，我不打。别双倍了，那你就最后的希望。你要想跟我打，就是说三倍，咱们就是续杯下了之后，咱们接着玩，敢不敢？我就跟你这把打双倍，不打三倍，那不行，那你不还是怕续杯吗？对不对？还是怕我们小杯呗，对不对？那谁怕了呀？你敢不敢打吧？你要敢打，我这把我就三倍。我不打，我最近只跟小杯玩。最近跟别的男陪玩咳嗽，说实话，主打一个咳嗽。你要是不敢，那就双倍，你打不了三倍。那打不了吧，反正几倍不都是我赢吗？对不对？我寻思你这最后一把，你这最后一把希望，对不对？咱们就是主打一个把之前输的，把之前输的都赢回来。马上拿第二个了。对，我们这盘不好打，你知道吗？他拿男枪，你看你们都两个人多了，我操！真的，真不好打。什么反应啊？带练吧，这个小戴。小戴没事。他知道我在反他野，感觉。他直接一个三环加个惩戒，直接给我收了。牛！真的，你看你们现在二杠零，哎呀，我天哪，真的。姐，这把不好打。这把可以应该可以赢回来了，已经。姐。你想你输一晚上领不定最后一把把前面输多都赢回来，我天，那扬眉吐气。我这一把你能把我前面输350来个头全给我赢回来是吗？对呀、那我说实话，姐，我来下路拿河蟹了，35个头的事儿，说实话那来吧。 okay, 我操，没问题，门姐在跑来，哥们儿，别欺负我们小贝呀，姐来了干什么？别欺负我们小贝，来，有机会艾克也留的，就打杀他， yeah, 你能杀不？去呀，拿人头去呀！别说太气呀！A 他，加速！够不着！哎呀，没够着！没事，走！杀这个也行，杀这个也行！呀、你快走，小贝，你快走，小贝，你快走！我得救你！我活不了了，你快走！不行，治疗，我活不了了！不是，你要不要脸不一脸啊？马上去呗！不要逼脸了，杀！好杀，小贝加油！哎呦我去你妈的！也真跑不了了，这有残血，你回来救一救，这有残血，主打一个，主打一个感动，说实话。我操，这都没事。你在玩啥？你他妈在玩什么？我他妈夸奖给你上天了是不是？
要不他死了，你不跟我、啊，你跟我他不就死了吗？我怎么跟你、啊？拔腿！你跟我他就死了，你也不跟我。飞过去是不是、啊？我跟你、啊。我差一点。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！我们小飞，我们小飞。哎呀，很难受。小猫姐。没事没事，看见了，姐姐看见了，但姐当没看见，好吧？妈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后面人太多了，好吧？好可爱呀，直播，你姐真笑，真的。为什么他人头落后，他还能这么笑？他这么开心吗？他是，因为赢一晚上了。真的哎，真的，小亮，我觉得你真的有点，你有点欺负人了，你有点欺人太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他妈知道我一直输，你还他妈一直搞我。你知道我输了，我咋搞你了？我咋搞你了，姐妹？我咋搞你了？我摁着脑袋让你玩了吗？我可没摁着脑袋让你玩三倍，你们是对自己自信，你们才玩的三倍啊！可不能就赖我，真是我受不了一点。你一时能点着徐飞，你能点他一辈子？你瞅吧，哪天你不跟徐飞打的时候，看我打不打死你就完了，打死你，全给赢回来。他不在，我大不了我不玩，反正我这两天工作也挺忙的。Nice， 好杀小飞。小白二刚开心，开心，五级了，这一波干克很舒服，可以，nice， 有，我身家死了呀，呀你他妈越卡干干嘛呀？哥们，这首奥拉夫玩的可以啊，为什么迟迟不拿出来？是不是演你老板？啊，没有演我老板，奥拉夫很厉害的。你奥拉夫很厉害，你咋不玩呢？但是我真的我真的，我之前跟别人打人头局没像过你这样，就是不就是一直留技能。我真的，我真没。我留技能，我 K 头，说实话真不能 K 不过你。我 K 头真不行。你稳点，你别他妈死了！一会儿他妈的又让他抄人头了。不能，他男生后期也厉害呀。他已经赢不了了，行。妈，那我行。我赢不了了，行，别等我起来。赢不了了，太害怕了，真的。Nice， 这么狠吗？压力好大，我操！那你就不纯演你老板吗？真的？你又上嘴脸了？纯演吗？说实话，你又小人得志了？上嘴脸了？最行不行啊？最后一把让输。谁给你最后一把？我这把输了，我再打。不是你稳点啊，你别他妈死呀，你倒是刚他妈夸你两句就死。麻烦不断，没事姐，没事，我还是可以一直杀。别莽、啊、你他妈玩个莽夫你也那么莽啊。东北人应该都这样。小贝，你明天不用上班吗？你还玩那么吧。哎呦，牛批好幸。我走了，我去查看、可以。艾克来了，艾克追你去了，姐追不上他。你就杀这个中路，这个中路他妈是个。他也，我操，我反他也就好了。也来了，也来变羊了。姐，我上不了。哎 ，QQQ， 没事，姐抢。哎呦，哎，别来，我小飞，我来了。这都没拿到，哎，这怎么能让他们打小飞？打得好，没事姐，没事，相信我，我现在还是拉夫卡，行。你稳点，别他妈又让他把人头也追过去了，他妈把把这样，这受不了了。又杀了你，行，接着杀。这个亚索，回家，回家来一个动工。闹好主意了吗？可以，赶紧追头吧，三个头了。哥们儿，追头吧，哥们儿，这把压力给了。三个头了，那么多呢？300个头我都不觉得多呢。这把压力给到我了。OK， 你咋这么吹牛逼了？该算算旧账了。没吹，说的都这才就上压力了呀，这也不行啊你啊！
我被这把可能就是你死期，真的。小小啊，我照这速度杀，听见吧？行行行，我这把必须杀崩对面所有人。这把咱指定是落后对面就完事了，放心。那就行，这把就是不赢他。妈的，后面有人去堵你了，小心了！哎呦 ，nice， 牛逼，好秀！太行，杀不了一点，杀了你屁股！姐，我这把厉害吗？姐，我这把是吧？厉不厉害的？他妈的，又让他差两个头了！差两个呢，我装备不差的，只能说你前面拿头有点快，但是我的装备也不差。不是你前期杀的还行，你后面怎么老是这样呢？你就你哎，你打杰艾克去下了，小心。行，那啊，杰艾克，杰好像，快走，看见了，杰好像去世了，说实话。哎，姐卖他，别砸了，让他主卖你，姐卖他。老板，艾克走了。姐，艾克去打他的蓝 buff 了。别生气，冷静一下，冷静。姐，看我战绩啊！交给我。姐看看。姐看我战绩，来，我战绩比他杀的。姐看见了。你懂个屁！你懂浪漫吗？你懂个粑粑？你73-732，受不了一点。晚上游戏还整上浪漫？找我吗？哎呦我。姐，我又拿一个。Nice， 看见了，牛批！好杀一下呗，6-2了。你们最好加油哦！现在就差一个了，再努努力，等一下又被超了，超了之后又要一战的话，姐、哎，我操，四个人，艾克，我按他不让去呀、啊，艾克打鸡了，啥意思？怪你姐呗，怪你姐呗，没怪我姐，姐，我怎么可能怪我姐？你别挑拨离间行吗？我没挑拨离间啊，我可说的都是你说的话。别追！解救我呀！走了走了！我他妈打救你啊！我他妈要你！你看又怪你姐，那你自己什么本事？让他去解救你！哎呀，我这天难受！别他妈死！哎，死了！我小杯，我们小杯拿峡谷先锋了。冷静一下。他让你冷静一下，意思是你在无理取闹，你知道吗，姐妹？太过分了！他的意思是说你不冷静。啥人啊？啥撇玩儿？真受不了一点。别挑拨离间了，我姐能信你的吗？我没挑拨离间啊！别他妈跟他互动了，这么爱跟他说话，杀人会不会呀、啊？哎，死！我操！哎呀，追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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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追平了！哎呀，我想放个峡谷的，妈的！来了！这峡谷白放。每一句都是那么熟悉呢，本来想放峡谷的。熟悉，说实话。没事。我装备不差的，哇，这不一样打得好刚呀、啊，这不一样这太刚了，太他妈能刚了，哥们又被我反超了。你冲，别着急，我来，别他妈乱冲，我操，没拿放大，多七个，不是我没拿放大，等会，我没拿放大，是后面这个。这个，杀这个。没事，打得好，这一波配合我堪称神迹，说实话。不是我没拿放大呀。不是怎么回事呀、啊，维恩。哎，六蓝就好了。太放肆了。他老跟你俩晒脸，说实话，他老要跟你俩50-50的。哎呀妈！我操！好冷。啊！他们咋还创我中塔？关键我没拿到钱、啊，这一塔。啊？真假的？我啊，这不因我操，好刚啊！完全不怕的。是。我操！很自信，他对他的操作很自信。他虽然说战绩是负的。哎、这哥们我够不着。是的，确实。哎呀，这不因可以啊！等一下，等我装备起来再跟他打吧。现在没起来。嗯。没事，已经很棒了。起来呀、啊！是啊，小小啊。你看看呗，看看这人头比呗，又让人超了。没事，我要打不过他，他攻速太快了。没抢的话，咱不就
你对面躲不是我抢，我他妈给你打伤害，你拿不到就说我抢是吧？现在怪老板了，是不是？开始怪老板了啊！你抢，居然抢人头！你傻逼呢你、啊！你再他妈说一遍！姐，我来了，姐。我骂你行不行？他说姐，他来了，这意思是让你别上，他怕你抢，知道吗？上！姐杀了姐。可以。姐夸我，姐夸我，夸我，夸我。厉害吗，姐？可以，继续给我杀，听见没？这把怎么也给我赢他？赢我干嘛呀？我都赢一晚上了，就要赢你，气不气？对赢，我已经现在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赢，太多了，气完了吧？知道吧？麻木，气崩溃了吧？小牙叔，我要找你，你别再糊弄我了，你，来把人头干干吧，你看才几个头。好杀，差点全杀了。这边有点猛，说实话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姐来了，姐跟着你，就是小兵，姐弄死他。盾弓加收集者，我三件买一个。马上去。对面这个阵容买个训练。走了。对面这个阵容，我在想买什么装备。去看看野区了吗？不是。我看下路姐，下路有机会，我去差点全杀了，机会杀人。哎呀，这不也没给他杀了？差点全杀了。我在想主要就是姐不在，姐保护你。我想出个夜刃呢、啊，这个不也很怕夜刃？下路，姐我到了，姐。杀了。小龙吗？杀。Nice， 小龙，我来了，我在路上。你别死！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姐，你跟我呀，你跟我就。哎，有机会，哎、有机会，姐。我说哪个姐啊我？别跟不上了，姐有点，哎，变羊，挡住 ，nice， 小妹后面有亚索。拉平了。好杀，好杀，小妹冲，别怕，我了，我的，哎，人呢？我操，他妈闪现了吗？还行，这一波又拿两个，可以，很需要，说实话，持平了，持平了，又追平了，来一次，又追平了，咬得很紧。我发现你是真废物啊，小强，你是真废物、啊。我跟他我杀了呀，你们没跟我，你跟我不就好了吗？跟我跟。我怎么跟你？我他妈打车跟你呗，我打飞机跟你用不用啊？你直接走就行了，走你就跟上，没跟，你跟他们都死了，你不用死。他妈的，四个人打你，就哭哭上去受去呗，是吧？杀小贝，杀了。好呀，小贝没加速，姐姐没加速。哎，姐，变羊有吗？姐大，姐大，别怕。姐小心。姐大，别怕。他挺会摇头的。你在中路干啥？你许愿了？你在中路啊？这个下路打了三人，姐好像要许愿，是不是？快走，人太多了。走呗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走呗。姐，我来了。我操！不是你。死。追他，追他，杀他呀！杀！加油，小贝！我操，四杀，太强了吧！没技能了，姐。太强了吧，太强了吧，小贝。哥们儿，四个已经四个装备，八个了哟，双倍哟。你看出来我战斗力了吧？我战斗力很强的，姐。有什么用、啊？没用。我让男人人头来了，我让大夫展示战斗力来了，是吗？没有用，哥们儿。啊，有鸡毛用啊！反超了！你总跟，你得跟我，你要不跟我，是的，反超了，四千块，四个，你我他妈跟你，我伤害都给你打出来了，完了你呼呼的你去送，我没有送，姐，四千块，训练加，我直接就反手就赢血了，赢完血就直接就清雨了。
就无尽了。哎呦我的妈的真难受啊，我打的这也没拉几个，一波就回来了，你怕啥？一波几个呀？你他妈讲之前350多个，他妈俩多少个？直接五杀。不接你，那不接你自己挨打三倍吗？我自己挨打三倍，你他妈挨打十倍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他妈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操你妈了！你他妈跟我说话了你？啊？不是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他妈打都打错了，以后滚大天了！滚，赶紧滚！你妈滚滚！姐别让你滚！不用。我这他妈是给你脸了，他妈跟我说话了你？不要给我逼脸了你！我自己爱打三倍，谁他妈不给我打三倍的？谁他妈说打三倍？姐他妈全杀姐！杀了杀了我杀了！漂亮！漂亮漂亮，我拿个红。我拿个红。有解散没意外，有解散没意外，左牙小飞都是好的，好又差一下，打断他碧阳 nice。 我跟你说牛逼，就你这个理想啊，你打完彻底的赶紧快点给我滚，听见吗？听话给我滚。太帅了，三杀三杀三杀，来气呢你，八个人头说话被16个16个没事姐，没事没事，这把在我面前够续的。卖你卖的少了，我看你是。没事。游泳还是？哎呀！你要是会玩啊，你要是能玩，你他妈给我玩；不会玩，不能玩就滚！天哪！哇，好猛！快回来 ，nice！ 你玩的像个屎一样，玩什么鸡巴玩？我还夸快点！插个眼。没眼了，姐姐没眼了，你有脸夸你吗？我输他妈300来个头，让我他妈有脸。好杀！脸呢？完了啊！被枪打脸了！我操！死不死在你脸那里？我问你啊！被卷起来了，不然全杀了。往后走，姐，跟我说话，来姐，会不会说话？以后会会会，姐，哇，姐超无敌了呀！我这个装备，我的护主，我的什么玩意儿？太帅了吧！我得要一枪一个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操！妈，真你妈生气！不要逼脸，真是好点了，难烧死他，姐，好点了，好点了。哎，你要主要是非得打三倍，你不打三倍不就没事了吗？没打我打三倍，我他打三倍，我操！下线买个100%暴击呗。别打三倍了，你以后别打三倍。我妈是你，我打三倍，我操你妈！21-6，跟我打了几回，看你打的还行。你他妈怂恿我大三倍，他妈我自己愿意打是吧？哼哼哼，很难受，输一晚上，一把没赢吧？好像是真一把没赢。每次跟那个 A 姐打就输不了，没办法。大冤种，很烦，很烦。没事没事，这把没问题了。我没事，你骂我没事啊？不是，那你以后别打三倍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没事姐，我能杀姐，我能杀姐。我杀啥呀？你敢滚呐？差点五杀了。哎，加油！姐，杀他姐。你他妈赶紧给我滚，听见没？不叫啥？你带那几波。干那几波本来就是，你要是跟我的话也能杀。跟你怪老板。我他妈打飞机跟你啊！我他妈咋跟你？那本来跟三妹最后的时候溜了溜了，怪老板。我溜了。溜了，怪老板。我想杀。回家差个装备，差个400。你说姐，你不打三妹的话，但也不能输300多。不是，你他妈谁让我打三妹的呀？我没有让你打三倍，姐，你自己看我妈一头都好吧啊！我操了！姐救我！姐救我！姐在！你妈的这么多！怪你怪你，你自己输那么多。你自己打三倍，没事，这把应该没事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没事。我操！来，扫伤小飞。
这个怎么像鹦鹉？操你妈！把马路树那么多头，把你妈呀你！你这么气我，这叫逼养的你真是。没送我没送姐，我真没送。我这还叫我这一共我这把我也没少杀的，其实说实话。是的，杀的已经很快了。有一说一，杀的确实也很快了。不用你替我说话、啊、别脏我线啊，别脏我炮车、啊、嗯，回家大清雨喽，这个伤害就更恐怖了呀、哎、哥们儿，我这个伤害就太恐怖了。你怎么神装了呀哥们儿？我不仅神装了，我连料都吃了，我都吃药了。姐，你下楼没帮他拿人头吧？你没仔细看着吧？怎么抱怨你？我帮他拿人头了，你他妈别讲我红！我的红。姐，我先五杀了啊！好，加油加油，小贝加油！姐马上来，姐在路上。去死啊！我来了，姐。你人呢？还行吗姐？还行，很强，不是还行，是太强了。我发现了姐，他每次都是看我不在的时候。不行吗？哟 ，A 姐哭了吗？别他妈删了你 ！A 姐哭了呀！姐别哭，别哭。我想你妈哭了。你还骂人呢？你哭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。一枪爆头！我操！我真的，我这辈子最怕女人哭了，真别哭了。对，我这辈子最怕女人哭了。A 姐，你实在不行，哭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。姐，你以后别打三倍了。我这么遇见你就倒霉，我再不要看见你了，我真觉得真待不下去了。没吃饭吗？没听是没吃饭吗？哭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。姐，给我第一视角，看我这波杀五个姐，我也杀五个姐。考虑退不退群了？这波必须得退了我。退群干嘛呀？说话能碰见你、啊。你哭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呀。哎呦，操！我服了。哎呀，姐，你来补伤害呀！你别哭了，你也哭，这边还打不好了。也是。补伤害都死了。三十二个。气死了。三十个。太快了。越打越强了。我再不要看见你了。你看见我可咋了？我掐你。别哭了，真的，我天，姐们这把也没赢你几个，就赢你十五个人头、真的没赢你。你哭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。姐，你不用安慰他，他这种人你安慰他干嘛呢？嘴老臭了，你看刚才骂人呢，真的，你安慰他干嘛呀？咱不能圣母的，怎么？别圣母。我最怕女人哭了，真的。我也最怕女人哭了。实在不行，你哭大声一点，让我听得清楚一点。正好我再录个音放给其他老板听一下，让你来一波杀人诛心。哇，你他妈不要脸了，我不喜欢玩了。等下把你音录了，到时候让老板发群里面让他们听一听。我跟你说，打完趁早给我滚爹们。行姐，滚他妈的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先别哭了。明天我哄哄你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自己要打三倍的姐，你不能怪我呀，是吧，姐？我去你妈的，你给我滚！你自己要打三倍的姐，你不能怪我呀。玩了这个姐。他给我滚！站长给我滚！我差点五杀了。姐，这人头是我的。是的。好了。哎呀，去他妈的！跑得快。跑得好快。交给他杀了。我操！这么抢啊，哥们儿！我注意到开大嘴，你还给抢了？那没办法，那一点办法没有，咱也不能让你。八个头，我让你感觉有点侮辱你了。我只有把你当成对手，我才不会让你。我看见你了，
听不到一点，听不到一点。我随缘接单的，真遇到你那我也没办法呀，谁知道打你呢？如果真是打你，姐今天给你免单。说白了，今天打这个 A 姐的话，我一般打 A 姐的话都是免单的。今天那个亮姐，我给你免个单，好吧？又给我免单了，我天哪！对呀，我白嫖你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白嫖我吧，姐，今天给你免个单，真的我忍不了了。姐，我这边免不了，我这边是安全。你肯定不一小呗，这当然是开玩笑的，姐。嗯，姐免不了，免不了。我这拳绝对退了，我退拳，我不跟他打了，我说他也不要开玩笑，免单了，不好意思打你了。来个，买个啥呢？你以后不要看你了，李小子，滚！还得买一个。哎，徐涛没别生气了，姐，别生气了。我今天，我之前我是啥实力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对吧，姐？你他妈啥实力？你让我说他妈400多头的实力是吧？那你不打三倍不就好了吗，姐？太难了。你玩就好了。太难了。你说我没把，说实话，我杀的也不少。你也这么人。你问他们，姐，没把我，其实我杀的也不少，姐。是的，哥们，你杀了不少的，单钱还是得要的，真的。单钱肯定要的。我一天就上网挣点钱，你说那怎么办？哥们，我这个减速不能是帮我，真服了，我就感觉是帮你减速的。我操了。那没办法，伤害太高了。太猛了，37个了，我枪。才多少个？22个，推了吧，算了吧，推了吧。别哭，我真的要赶紧推。两枪做掉。算了，不推了，多杀一点吧。打一姐多杀一点，说白了。亮亮，你换群玩吧。我跟你说，这狗须被喂不熟的。你看之前他还给我打，我跟你说，早晚他也会带人来打你。真别不信。咋了？我切单的话，我打谁？我打谁？咋了？这个群我是高，我跟你说，小姐，这个群我是高低得退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。我再也不想看见。真狗。哟，神志不清。扫杀。扫杀，神志不清。打完这把彻底，赶紧给我滚大街吧！别他妈以后别他妈找我了。姐，你别生气了。赶紧退，不鸡巴玩了，以后别他妈找我了。听说艾克是小戴。是的，扎克还是有点猛的。拿下。扫杀。